那我们在开心之余呢，我们还是一样要感谢哈、哦，那要感谢谁呢？感谢今天带我们来这边的老师，啊，还有就是那个啊善意教会啊的所有的那个啊来帮助我们的人。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祝福的祷告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讲一句，你们跟我念一句。好，闭上眼睛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亲爱的主耶稣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树谷，带领我们今天来到树谷这么好玩的地方，这么好玩的地方，让我们能够体验一天的，让我们能够体验一天的啊，这个啊，不管是啊这个云端啊的游戏活动，不管是云端的游戏活动。或是 DIY 的活动，或是 DIY 的活动，那我们都有不同的收获，我们都有不同的收获，特别是我们在我们啊不敢跨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在不敢跨出去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能有向你祈求，求你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有向你帮助的时候。你都有听到，你都有听到啊！让我们今天，让我们今天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保守来看顾我们，你都保守来看顾我们。现在我们啊，活动即将结束。现在我们活动即将结束。啊，我们要回到我们啊三义教会，要回到我们三义教会，也求你在路上保守我们的交通平安，也求你在路上保守我们的交通平安，哎，让我们等一下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，让我们等一下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家，也让我们期待，也让我们期待下一次，下一次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再继续带领我们。在母亲节，啊，让我们一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制作这个气球花，也在七月份，让我们来期待，让我们来期待一个喜乐的夏季学校，一个喜乐的夏季学校。啊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，感谢祷告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，阿门。OK， 走，弟弟哥哥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呢，如果有自行开车的家长哈，我们就可以，就是你可以再选择在这边活动，或者是说你们要自行开车回去啊。预祝各位一路平安。然后我们的游览车是3点，然后一样在下车地方。好。我们等一下游览车哈，我们有搭游览车的那个家长跟小朋友，我们就是3点，我们就要到我们早上下车的地方，然后集合上车这样子。OK 啊，现在距离3点还有15分钟，15分钟，那大家可以稍作整理一下哈，稍作整理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是啊，属于。你配的就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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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配的